11月29号，香港民主派初选案47位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人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其中14人逐获保释，另外33人继续还押候讯。去年7月47位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35家初选而遭控国安法入面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29号为第三次提讯，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决定2022年3月4号进行第四次提讯。部分被告则将于明年1月27号和2月8号再讯。之后，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在 Facebook 发文，感慨大部分被告已经被还押9个几月。经民联的石礼谦在他的贴文上面用英文留言说 This is not the Hong Kong we know and love. God bless them all. 这个不是我们认识和深爱的香港，愿上帝保佑他们。对此有网民表示，石礼谦造反啊，竟敢说这些说话，不怕违反国安法吗？亦都有网民表示，这个人终于觉醒来了，连他都要闹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这个不是太恐怖了吗？这个亦都证明现在的香港已经没有法律和自由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现在连出街都被限制不能够超过几人，如果我一家大小超过10人，就不能够同一时间站在街道，这个不是很悲惨吗？ Jackie Chan 社工亦已在 Facebook 表示，当正常的保皇党亦都这样讲的时候，这个香港已经变得陌生，唯有靠离开的人守住香港的核心价值和文化。12月19号，香港将举行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这次选举将首次引入口岸票站，安排大陆港人免检测在香港口岸投票。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的大律师查石我在电台节目上面质疑，如果在大陆发生选举舞弊行为，廉署如何执法？30号查石我在商台节目上面表示，口岸票站的好处是便利大陆港人投票，但是投票权不应该只给大陆港人，居住在其他国家的香港居民亦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投票权。另外，口岸票站在安排上面有很多问题未解决，包括执法问题。按选举条例，香港司法管辖权只限于香港土地，不可以延伸到内地。查石我俗指，如果在香港发生选举舞弊行为，例如给钱人投票、请人吃饭，廉署可以执法。如果在内地一间酒店摆100位请人吃饭，说一定要投边个人的票，甚至讲得严重一点，你们在内地的港人选民在香港投票，每人给1000元，我看不到廉署怎样去执法。查石我又指，虽然过去廉署和大陆机构有合作执法，但是未延伸至选举事项。况且调查选举舞弊行为，廉署要先掌握资料，才可以要求大陆机构执法。如果掌握不到，你要求什么呢？换言之，香港方面要整合资料，提供有名有姓的具体信息，大陆机构才会去帮手调查。不过他又指，大陆没有相关的选举条例执法机构，执法人员亦都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你叫他查什么呢？怎样查呢？港府将会在罗湖、落马洲和香园围三个陆路的港方口岸附近设置临时口岸投票站，名额分别为42000个、36000个和33000个，先到先得。在大陆的合资格香港选民需要在12月1号至8号期间在选举事务处网站预先登记，已经预先登记的选民在投票前需要前往大陆认可核酸检测机构进行病毒检测，手持绿色健康码和相关证件，方可在12月19号投票日在指定时段前往选定的投票站投票。如果选民投票之后立刻返回大陆，则可以豁免在大陆隔离或者是检疫安排。
香港政府应对疫情嘅清零政策，正喺度影响住营商环境，尤其系新嘅变种病毒 Omicron 嘅威胁之下，人才同外资都喺度撤出香港。Omicron 喺全球范围入面再次引发焦虑，导致一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大陆仍然坚持极其严厉嘅清零政策。即系哪怕只系出现咗一个感染病例，一个小区乃至一个城市就会被全面封锁。而且香港紧随中国大陆政策，仍然系少数坚持对任何感染病例采取清零政策嘅地方。香港曾经被认为系对全球人才最有吸引力嘅城市之一，如今好多专业人士却回避香港。虽然一啲公司提供嘅薪酬待遇喺业内属于高水准，但系人才仍然被港府嘅防疫政策赶出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企业商会已经多次警告，香港严格嘅防疫政策可能造成香港嘅人才同投资流失。而家人力资源人士同搬迁公司话，人才正喺度外流。11月30号，根据路透社报道，搬迁公司 Rello Smart 嘅管理者透露，自疫情开始以嚟，公司出境货运嘅询问量增加咗5倍，入境货运嘅询问量就下降咗14倍，主要因素系疫情同入境限制嘅影响。目前好多非香港居民唔允许进入香港，而返港居民必须要自费接受2到3个礼拜嘅酒店隔离。翻查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可见，截至今年6月1号，共有254家美国企业设驻港地区总部，旧年同期为282间，减少约10%，创过去18年嚟新低。除咗美国，日本驻港地区总部亦都系近15年嚟新低。最新数据显示，共有210间日本企业设驻港地区总部，旧年同期为226间，减少约7%。因为美国同日本明确咁将中共睇成对手，尤其系美国商务部已经对喺香港嘅营商者发出警告。一旦实施香港国安法，一国两制已经唔存在。原来香港嘅特别关税地位亦都正喺度消失，已经冇优势。所以日本同美国系根据国家法律嘅政策评估，认为喺香港商业风险太高，所以撤离。今年7月，广东台山核电站1号核反应炉因为发生核燃料棒破损而被迫停止运作。当时中共当局否认有泄漏事故。日前法国吹哨人揭露，台山核电厂有70几条燃料棒破损，远远超过先前公布嘅5条数量。呢个破损唔单止系操作上嘅原因，好可能系锅炉设计失误造成嘅。法国核辐射委员会沙内隆 Bruno Chavirong 话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吹哨人喺核电部门工作，可以接触到台山核反应炉嘅堆芯技术资料。沙内隆话，破损嘅燃料棒多达70几条，而且燃料棒被损坏嘅程度十分严重。呢啲燃料棒喺第一阶段嘅试验入面早已经出现问题，由于遭受到不正常嘅震动之后而破损。沙内隆仲话，吹哨人披露，2018年台山一号核反应炉喺投入商业运作嘅时候，锅炉入面已经出现唔正常嘅震动。当时有专家质疑锅炉可能存在设计上嘅弊端，但系台山反应炉却一直喺度运作。有网民留言，要按照墨菲定律，核电站出事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这个过程往往会被加速，导致出事的时间会被提前。因为大家都在度欺上瞒下，难保不会将小毛病糊成大问题。11月喺非洲南部发现嘅变种病毒株 Omicron 来势汹汹，变异株基蛋白系 Delta 病毒嘅2倍，意味住传染力更强。有香港网友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嘅粤语读音竟然同阿弥共惊人相似，
有网民表示，难道冥冥中自有天意？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压今已经侵袭全球至少17个国家地区，各国严阵以待，纷纷封关和限制航班，防止新变种带来新一波严重疫情。与此同时，新变种病毒的命名亦都引起议论。世卫组织过往都是按希腊字母排序来命名新冠变种病毒株，今次却连续跳过两个字母 Nu 和 Xi， 改用 Omicron 命名。舆论纷纷质疑，跳过 Xi 是为了避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姓氏。世卫发言人哈里斯 Margaret Harris 其后承认，跳过两个字母的确是因为发音和避免污名化。因为 C 是常见姓氏，我们都同意命名规则要避免涉及地名、人名和动物名等等，以免造成污名化。世卫苦心不被病毒和习同姓，但是有香港网友在论坛发帖子， Omicron 病毒这个名字粤语读音竟然同我灭共非常相似，引起了众多网友共鸣。有网民说，如果将 Omicron 一字一音咁用广东话音译，就是会得出 o、我、灭、灭、cron、共的读音，有九成以上接近。网民纷纷留言说，原来是中共病毒的我灭共变种，亦都有人直嗌好名正确命名。有网民笑言，世卫避开了疾病毒，却命名了我灭共病毒，体现了西方国家灭共之心不死。还有网民说，可能是意识到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党的问题。亦都有人说，世卫收了这么多黑钱，今次却将中共害惨了。截至30号，香港已经出现3宗 Omicron 确诊病例，中共当局和林郑月娥政府还在积极部署中港通关，强制港人使用监控行踪的安心出行手机程式，并催谷疫苗接种。有网民讽刺林郑，难道不怕香港我灭共病毒攻入大陆？亦都有人笑话，原来武肺病毒是灭共手足啊。守护香港，守护14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